昨天唱歌他，你别说比我强，明年唱给我们听好不好？每年都唱给我们听好不好？对，我要听。后面的是的声音。我真的不舒服，但是、啊、这个歌真的很难唱，但是问我的时候问我想什么歌，其实可以唱自己还可以的歌，但是我第一声音喝点歌应该送给你们新歌，我觉得很可以啊。我今天唱的挺好的，唱的超好，起码前两句是好的。什么肉的？现在说什么大实话？回来放点歌。是不是感冒还没好？